Hello， 大家好，我是燕君一五一。大家都知道我是喜欢骑单车，但是呢，殊不知我还有另外一项兴趣，就是滑水。尤其到了夏天，一定要来凉快一下。我现在呢，就是在嘻嘻哈哈滑水学校，然后呢，这里是靠近就是河堤自行车道旁边，有没有？如果你骑车骑到一半，实在是太热了，然后就可以来我们嘻嘻哈哈滑水一下。但是呢，我还是初阶的学生，所以我要先去找我的教练。好。走，热爱运动的一五一再次接受爱运动的邀请，来体验和自行车完全不同类型的运动。这次他要挑战的是快艇冲浪和宽板滑水。好，今天我们要教初学怎么起滑。好，原则上玩这个运动，我们就是要放轻松。两个诀窍，第一步骤，手打直，手呢，这个绳子呢就是船跟你的连接，是，那你的手呢就是绳子的延伸。所以你的手一定要很直。好，那如果弯的话会怎么样？弯就会拉它，我就会在拉你，你再拉它，我就在拉你。OK， 就会这样子哈。手要打直。那第一个步骤，胸口靠近大腿，把自己的身体慢慢的卷起来哈。第一个步骤很简单，我拉你放轻松，从后面胸口放轻松，放轻松，你就整个放给我。对，胸口靠近大腿。哎，没有站起来，胸口靠近大腿。对，再一次哦，往后躺，胸口靠近大腿，就只有这个步骤是第一个步骤，不要撑力哈。最后一次我们再练习一次。胸口靠近大腿。好，第二个步骤呢，我们的屁股呢要慢慢的去夹紧你的这个脚后跟，变成一颗球，因为胸口已经靠近大腿嘛。第二次我再给你力气，对，然后你就会站起来了。我要开始放绳子喽，你会觉得你自己站得很好。好，站好，站好，站好。你会发现绳子放掉了，你也可以站得很好。通常有人太急了就会变怎么样？我们再退回原本的样子。通常呢，有人没有缩成一球，这样子他就想要站了，所以当我放绳子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就跌倒了。OK， 因为绳子呢，你一定是自己站得很好，所以我们自己，我们再把身体拉开，好，脚打开一点点，好，再身体拉开。第一个步骤放轻松，放轻松，放轻松，胸口靠近大腿 ，OK。第二个步骤屁股靠近小腿，缩起来，缩起来，对，蹲成一个蹲姿，蹲完之后把它站起来，转到你顺的那一边。OK， 这样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姿势。大概有做一个 squat， 这个动作非常好，是因为 squat 呢，你就是大腿很重要嘛，大腿是我们人类第二颗心脏，所以你要做一个 squat。那通常初学者像你的动作就非常标准，可能有在运动，你改变了是不是？你想要？因为可能这样比较好拍。好 ，OK， 通常 squat 呢，你他的动作就非常的标准，就是很直。通常女孩子呢，你可以再蹲低一点点嘛 ，OK， 非常标准，很直。通常女孩子第一次就会这样子，男生也是一样。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他背后这两块肌肉没有力气所以呢，他会用最有力气的地方来代偿，就是他的屁股，所以他就会一直这样子。翘屁股，所以我们从一个动作里面就可以了解一个人他的背肌有没有害他核心肌群，那看起来看你非常好，高 C， 对 ，OK， 转到你要的位置，好，开始乘风破浪，这就是你标准的位置，然后看着你要去的方向。好，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在陆地上学会了，就是初阶的怎么样爬起来。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直接去水面上了吗？直接水里面比较快。好 ，Let's go。先，你跟板子先在水里面好了，扶着板子。尿意，尿意，看起来蛮 OK 的。好，来，身体往后躺，放轻松。当船拉你的时候，脚跟用力把它踩下去。对，拉起来会变成这样子。对，然后你就会站起来了。再试一次哦，好。像微波一模一样这样子，好，往后躺一点点，好，好来，我们踩起来，对，好，很熟练的，应该是可以，好。那我们今天要挑战就是放绳，放绳还蛮难的，大概40%吧，30%，好，试试看，好，好，来放轻松 ，OK， 边，哎，超强嘞，就这样子撸出去，很好。我们来挑战放绳子。哇，这么快！好，慢的可以，不要怕，你可以稳住。Nice， 很好。好了，我们来对方向对准。
没有发现你会晃来晃去？对呀、啊。对，因为你爬上浪了就会溜下来。我们不要爬上去，在这边先找到一个很稳定、很稳定，觉得板子都超稳的，嗯，你就可以放手。好。好，我们最后一次。好。OK， 先找到平衡，对准这边，很好，就是这样子，对，很好。这里往前一点，看着我，看我，对，好，放绳，看我，放绳，看我，看我，对，你可以，手打开，你可以，看着我。你很厉害耶，穿比基尼失策了。通常要站起来还蛮难的，真的吗？你根本没有，你就第一次就站起来啊？怎样？快点对着镜头说我怎么样？练武奇才！耶，耶 ，nice， 谢谢。好，挑战 round two， 艾玛小心了。哎呦，他会紧张哎。果然平常有练有差 ，Sammy 教练惊讶地说：“难得有人第一次站上快艇冲浪板。”就可以站起来，还放掉绳子，帅气的在水面上滑行，真的是练武奇才啊！接下来的宽板滑水，一五一要挑战在水面上旋转180度，这次他办得到吗？哇！哇，一五一是有轻功水上漂的本领吗？既然第一次就试转成功，还一连转了三次。Yeah.
帅气的挥手、蹲低摸水，甚至连跳跃，一五一做起来都相当的轻松愉快。这种事果然是很讲究天分的、啊。好的，经过了20分钟之后，我想教练是有眼睛了，看到我实在是非常的疲累，赶快把我拉上来。教练，你觉得我刚刚滑的怎么样？非常好，我也觉得你第一次而已。对。然后，尤其是冲浪，冲浪第一次可以站起来，真的很难。然后第一次又可以放绳，很难。所以我就观察到你的平衡感真的很好。哎呦，所以平常有骑车是有差的吗？是这样的。我觉得有差。哦，那我问你，你大概几次之后你站得起来跟放绳？第一次。但是他的平衡感非常好，因为我仔细观察，其实你每一次都在进步。第一次你抓不到板头的方向，第二次你就马上对到板头，对。第三次有回浪的时候，你还可以把它抓回来，代表你身体的控制能力、肌肉是蛮好的，所以平常有在练。哦，真的哦，所以你在对着镜头哪一击？哪一击是他的特写？这一击练武奇才。好好好，但是我非常的就是推荐大家夏天的时候可以来玩滑水，还有这个冲浪，因为真的实在非常的热，尤其呢是台北，它就在那个河堤旁边，就在市中心，所以是非常的方便，就可以来这边直接滑水玩水这样。对，而且一定有一定的体力的消耗吧？你觉得有点累吗？可以减去上一天的健身房。我跟你讲，我刚刚就讲说，哎，我那个骑车我可以骑10个小时，但滑水我只能滑10分钟而已，真的体力会增加，非常非常的消耗体力。对，所以绝对也可以顺便练你的身材。而且我刚刚看每个女生啊，都是像教练一样那种黝黑的皮肤，超级健美的，很棒。好，推荐大家夏天一定要来玩的活动。